大家好，今天讲的题目是有用的废话。有用的废话啊，既然是废话，那怎么有用呢？这是不是有语病啊？ No 经常啊，我们在看到很多的这个标示啦、警语啦、提醒你干嘛，你都认为它是废话，这还需要讲吗？这我们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？好，要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啊。我一个留学英国的朋友，他呢亲身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，太好笑了啊！他这样，英国的灯泡啊，在灯泡的外面啊的包装上面都会写上这么一句话，叫做呢 ，Don't put the object into your mouth， 不要把这东西啊放到你嘴巴里面去，不要把灯泡放到嘴巴里面去。哎，我现在讲的这个呢，如果听众朋友你也千万不要去试哦，我是跟你讲真的哦，这是有用的废话，我现在讲的是废话。可是很有用哦，但是呢，我那个朋友呢，他就觉得他为什么写这个标语啊，这个警语，这有什么好讲的呢？谁会把灯泡呢放到嘴巴里面去呢？你会吗？可是他为什么这样讲呢？这一定有什么是不是真的可以放进去吗？他反而其实不在想什么，他在想可不可以放进去的？可能应该可以放得进去吧，这样拿出来会有困难吗？好，他就准备了一罐油，沙拉油在旁边，他想我放进去看看，万一拿不出来的时候，我涂一些油哦，涂一点油，他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嘛。那么笨，对不对？像我们拿戒指不是吗？就放一点油，或者是放一点肥皂洗洗，他就可以拿下来了吗？这怎么困难呢？他就这样试下去的时候呢，灯泡哦，里面大家都知道灯泡的形状嘛，我就不用讲了。好，进去了，就卡在那里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拿不出来。他开始抹油，可是你知道油都倒了半瓶了，都喝下去了，灯泡还是拿不出来。他赶快去打电话，要打电话呢，嘴巴怎么讲？没办法讲啊，他只好去敲室友的门。室友门一打开，看到嘴巴里面含了一个灯泡，大家笑翻了。好啦，只好帮他呢啊打电话叫这个把他送到医院去。是叫着计程车送他去医院，这样啊，因为他们的救护车啊非常的贵，你要自己付钱，所以呢就叫了计程车，计程车呢就把他送去。他说开计程车是一个黑人，英国很多黑人，你知道吗？黑人你知道人高马大，嘴巴又大，嘴唇很厚啊。那黑人呢看到他的司机也笑死了，说：“哎呀，怎么弄一个灯泡？很滑稽啊啊啊啊！”这样子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们这个东方人呢，嘴巴就太小了，像我们呢黑人，你看嘴巴那么大啊。”这个对我们来讲就不会是问题了，但是他当然你好笨哦，我根本不会这样试了哦。好，就把他送到医院了。送到医院之后呢，医生啊就得非常小心的，因为嘴巴里面啊玻璃啊，那灯泡的玻璃非常的薄，非常的锋利，慢慢的呢用很多的方式呢才轻轻的把它敲破，一片一片慢慢的把它拿出来，然后严重警告他千万不要再试这种东西，这东西会要了你的命，会把你的整个啊。这个咽喉甚至呢，整个咽喉都把你破坏掉，这样。哎呀，他说整个嘴巴张开了，张了不知道多久哦，终于可以合起来啊！哇，真的想说再也不要这样子了。而且呢，怎么会有这种白痴？真的上面的警语这么清楚，还有人会这样试吗？应该不会吧。但是当他走出急诊室的时候呢，刚刚在他那个计程车司机呢，嘴巴含了一个灯泡走进来了，换成他。哎呀，我想有用的废话。很多的警语呢，它不是废话，它是真的告诉你会发生的，尤其呢小朋友不要学，好不好？提供给你参考。